您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影音网。心仪的男生向自己走来，总是能让女孩子小鹿乱撞。台电公司近来利用各种创意巧思，拍摄多部宣传广告，倡导节约能源的重要性。接下来的这支节电才会更来电，透过诙谐幽默的手法，让您笑一笑之外，也别忘了随手关灯的重要性。下个礼拜把资料汇整过来，我们再来一起讨论。这里是台电影音网，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